This is the sound of foot-bound women from ancient China.
第一本书是由哈佛大学聘请轩老师作为主编的《中国西南古纳新王国》的中文版。此书是由美籍奥地利学者约瑟夫·洛克先生花了整整27年的光阴才将它完成的。而金山副巨著已是个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历史专业学者的重要参考用书的。另外一本书名为《跟踪黄熊猫的足迹》。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两位兄弟克林·罗斯福和西奥多·罗斯福。书中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初，在轩森先生的父亲轩彼得先生的帮助之下，这两兄弟来到了云南四川边界，追寻并且捕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头大熊猫。第三本书是《轩科与纳西古月》，此书主要向您介绍了我们的纳西古月以及轩科先生的相关经历。第四本书名为《公民轩科》，这本书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全中文版，另外一个是中英文对照版，都详细的向您讲述了我们轩老师的人生经历。我们的轩老师一直就被人们誉为是奇人或者是鬼才，因为他才华横溢，特别是在国内外的音乐研究刊物上面发表了不少的经论。但是轩老师的这一生却又历经了坎坷。在27岁以前，轩老师是一位著名的欧洲古典音乐专家。从28岁到49岁，这整整21年的光阴，轩老师却是在牢狱当中度过的。但是他却从来就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所打倒过。他在饱经忧患以后所焕发出来的那一种振作有为的生活态度，令我们每一个人都钦佩不已。在1978年，轩老师从牢狱当中返回了故乡丽江。他一边在丽江市第一中学担任一名高级数学教师，以及在丽江市财校担任金融学教师的同时，一边从民间组织了这一些老艺人们，重新组建了今天的大研纳西古乐会，成功地复兴了纳西古乐，并且使我们的民族音乐享誉海内外。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our concert is coming to a close. And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ur Nahi Hellenic music, you would buy our CD, VCD and DVD at the digital disc. Some of the pieces were recorded by the Nimbus Company, as in the Ford Church in London. And thanks again for your coming to the recital this evening.朋友们，在您离开我们的音乐宫之前，可别忘了去看一下刚刚为您介绍的作品。因为您要是购买了其中任何一个的话，就可以在单反来到舞台上，我们的会长轩科先生将为您亲笔签名，并且合影做留念。朋友们，在今晚音乐会的最后，让我们再次有请轩科先生。谢各位的光临，下面的节目呢要看题目，我的指挥利尔交响乐团，我们演奏并不是演奏我们中国的乐曲，而是奏奥地利的作曲家约翰·施特劳斯的作品。那么今晚上特别听到的是春之声圆舞曲 Voice of Spring， 我是学欧洲古典音乐的。现在请大家欣赏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European Classical Music World now in comes. Can please appreciate this world, voice of Spring. Spring. Strauss.He used to learn the European classic music. Thank you.
位，好像你们不是学生是不是？是是。都还在读书。Sounds like you're a student. 湖北的。湖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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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湖北。湖北 students。全中国。H E B E I。H U B E I。因为你们以后啊，将会是大企业，国家的栋梁，就是要读湖北书，不是读江苏。你将会名在姓在，是吗？Are you going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this beloved gentleman? I think you can talk to him. He is good.希望你们努力学习，一边为国效劳。以后，好嘞，各位，我们祝各位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成功。Ladies and gentlemen,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with very good health, and may God bless you. Thank you very much.